发现今天没洗头，兄弟们，没洗头，头发有点乱，没洗头。今天不想动。<笑>对面位是什么开的呢？马吉连杀手塌房，我好加大力的分，我应该塌不了房，没办法。 我应该塌不了，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会进行思考的。保安队长，我应该是不会的。下路双闪吗？ 这他妈居然转一转二的，转一转二的，兄弟，转一转二的。 小龙三秒，有没有说法？ 我只能说一点操作空间没有，这真没操作空间，太莽了，这真的太莽了，动不了啊。不，漂亮漂亮，直接拿超虫吧。 下料没死。
这个就炸不了了。哇，这是拉了多少根倒钩啊，兄弟！ 蓝 buff 在男枪身上，那说明对面打野下野区是空的嘞。红 buff 来的，蓝 buff 没了。好吧。 嘎嘎爽！哦，刚好完美错过啊！好，刷个河蟹，1100。 曹冲30秒钟的话，先把野区清了吧。<咳> 肥刚，加料已经开始武术鞋，想强行找机会了呀！不要打就好，打的话还容易被反杀。 这没办法，这自己主动出去想一打，还是算给机会的。那我吃波中线吧，吃波中线。
他没有减伤了，应该死了。对，他没有减伤，他还想去吸石头人的血。哦，被胃给刷了，胃刚好在这刷石头人。5块钱，不要，我要了。8级、9级，控小龙吧。果断交闪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打野在我的脸上交的 Q 技能，所以他一定是没有 Q 的。稍等啊，这上面也开个波。没有怎么说不出口。不过是场骗局。杀你个人不成，不能和我，就是一名新主播啊！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直播间，我刚开播啊，刚做直播，没点关注的点个关注，右上角啊，支持一下新主播。这边还不点吗？此时不点，更待何时啊？推个上岸，上岸塔我觉得可以先给他拔了去。
An ally has been slain.怎么这个要来啊？我的，这位都要锁我的头。大面具多少钱？ 2600， 够了。 10.05。谢谢，心态真的很不好的超粉卡，谢谢。 刷个大龙吧，他们不点就大龙结束了，大龙吧，打大龙吧，大龙结束啊。 能不能玩把瞎子看完睡觉啊？不玩，别睡啊，睡什么呀？起来看直播呀，有什么好睡的呀？
直接中亚吧，我觉得对面很喜欢锁我。咖喱奥，男枪来了，快送他吧！哎呦，送不了，一个大招他就死了。一发狐臭蛋他就挂了，对面在吵架，所以说故意不点了。开个异性操作，一个大这。推下他，推下他。撤了，撤了。上票，上票。